没啊？来了吗？啊，有了！来 ，Hello， 嗨嗨，各位仙粉们，哎 ，Hello Hello， 看我这边 ，Hello， 各位仙粉们，大家好，又到了礼拜四的每周仙好物时间，又是我凯莉，嗨嗨，大家，来来来。嗨嗨嗨，谢谢大家，今天又是礼拜四了，这个时间准时上线跟凯莉在空中相会，可以上线来跟凯莉打声招呼哦。小景，你今天是头像，我有看到你。Hello Hello， 还有这个 SHI， 这应该是先生吧 ？SHI 先生，哀哥，哀哥。啊，谢谢你们啊，上线跟凯莉打招呼哦，好不好 ？Hello Hello， 哎、欸，最近真的是天气忽冷忽热的，不然大家有没有这样觉得？就这几天凉凉的，然后前几天大中午的又很热。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凯莉刚刚也是从采访的地方赶回来到这个现场来，这个时间赶快到仙好物跟大家相遇相碰面哈，所以。今天哎，嗨，淑金，嗨嗨，嗨怡芳 ，Hello Hello， 所以今天也要麻烦大家，淑慧淑慧，还有淑慧姐，哇，今天大家都抢头像就对了。好，所以今天也要麻烦大家，也要请大家多多留言，上线跟凯莉互动之外呢，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出去，然后也邀请好朋友进来，因为今天的仙好物也超级优惠，其实只要看到凯莉。出马就知道超优惠，这几个礼拜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对，好，还有谁上线了呢 ？Ann Hello， 哎、欸，还艾莎姐 ，Hello Hello， 艾莎艾莎，还有我们都在有，谢谢你，芳芳。好的，来，我们直接切入主题，今天的整个台面上的布置有没有一股很清新的感觉呢？有，对不对？好，今天呢，就是也是要推荐大家我们的人气的商品，我们的人气再次追加的直播好物是什么呢？哎，是是是，来。请问今天是卖吃的吗？好、哦，淑慧姐，哎，淑慧姐真的是很内行呢。之前我们卖过吃的了，推荐过大家吃的了，那吃的势必就要搭什么呢？喝的，没错没错，吃吃喝喝大家最喜欢，所以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我们的花草巫婆的花草茶，掌声鼓励。对，这款花草巫婆的花草茶，为什么凯莉会说是经典人气商品？因为之前其实我们就介绍过，那时候介绍之后啊，整个是大热销，我们还一再跟厂商的追加，所以今天呢，也因为再来下一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对不对？对，那推荐好物也要推荐妈妈也会喜欢的，我个人就是把我妈妈的珍藏拿出来，就是我们的花草巫婆的花草茶。为什么凯莉会说这个是妈妈的珍藏呢？我真的要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三款花草巫婆花草茶有三个口味要推荐给大家。首先来看过来这边，第一款就是我们的金盏玫瑰饮。为什么他说诶这款也是大家要推荐的热卖商品品项呢？因为它是俗称的舒服美人。怎么说是舒服美人呢？因为它这个你看，你有金盏又有玫瑰饮，其实喝了对女生皮肤气色来说就会很棒，很有疗，应该不能说疗伤，应该就很有帮助，整个气色啊气血就会非常的红润，而且还有很舒缓很疗愈，你上了一整天的班，做了一整天的家事，回到家喝一杯温温热热的金盏玫瑰饮，整个就是很得到舒释放跟舒展。那里面有什么内容？我跟你说，这每一包啊都是真材实料。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因为我都喝过，好不好？来，我们先看金盏玫瑰的金盏的玫瑰饮呢，它里面有包含的就是我们的玫瑰，好，还有我们的金盏花以及桂花，还有我们的甜菊叶，这就是我们里面的内容物，没有其他的添加，天天然然真材实料。而且凯莉要跟你们讲哦，这个金盏玫瑰饮你喝下去会有一点点的甜味，这个甜味你可以非常放心的喝，是因为它的甜味来自于我们的甜菊叶，所以这个甜味是非常天然。有些花草茶可能放的是一般的糖，你喝完之后会越喝越腻，会越口渴，但是我们的金盏玫瑰饮都不会，好不好？
来，再来，还有一款是我们的迷迭香茅饮。我跟你讲，这个真的要大推。为什么可以看得到这边写美腿作美腿大作战？为什么会这样讲呢？这刚刚的玫瑰饮是喝了之后舒放我们的身心灵，但是这个迷迭香茅饮，它整个喝完之后可以消水肿。我们一整天在外面奔波上课，在家里做家事，最担心是什么？脚浮肿。没错，我跟你说，真的水肿。小编很懂，我真的回到家，你真的要抬脚抬两个小时。妈妈想说你是不是睡着了，脚麻到放不下来，不是气血不顺哦，不用吃徐宁宁哦，因为你就是因为走太多，你把脚摆在上面，想说摆个倒个脚，我可能把脚倒放一下，让血液循环跑一下，就脚麻了动不了。这样现在不用那么麻烦，好不好？只要喝这个迷迭香茅饮，你就可以帮你排水肿，舒放你的整个脚部的一个肌肉，让它可以很得到释放。那内容物我也来跟大家，我跟你讲，货真价实，不怕你考验，直接来看。它里面有香柠檬香茅，还有我们的马鞭草，以及迷迭香，还有我们的欧薄荷。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的花草茶的配置，是得到可以放松你的身体，可以放松你的心灵，可以得到一个一整天工作完，整天劳动完之后的一个舒放。齁，来，再来一款身心灵都得到舒。嘿，是是是，小编直播间问说玫瑰饮身体可以舒缓吗？玫瑰饮生理期可以说是可以的哦，对，因为像我们的玫瑰饮，因为我们玫瑰饮是适合用去热泡的，那你喝完之后其实可以得到舒缓，也会帮助你的，像玫瑰的部分就会有镇定，像很多有些化妆水它也会用玫瑰的部分去镇定你的皮肤，其实有一样的一个成效在，也不能说成效，就会有一个一定的帮助在。来，再来，有些人就说啊，我就是不想喝那么多，对我身心灵有帮助，我身心灵很舒爽很放松。呵呵，那再来，我们来喝好喝的，我们的凝香梅子。为什么我会说是喝好喝的呢？因为高雄再来要进入夏天，我们的大热天时期，你会想说喝点冰冰凉凉的，就会想要喝什么手摇饮，对不对？没错，喝茶饮、手摇饮。可是这个部分，你就会想说，那我今天买的这个手摇饮到底好不好呢？今天我们要喝就要喝天然，就要喝健康的。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凝香梅子，它这边有括号冷泡饮，就是它非常适合你可以去做冷泡。里面呢一样会有柠檬香茅、陈年的梅干，还有我们的鲜楂、欧薄荷跟甜菊叶，所有的甜味、所有的香气都来自于天天然然真材实料。这个夏天超级适合的，你只要泡一壶放在冰箱，你回到家就有很天然的一个凝香梅子饮，可以帮你舒缓，可以帮你降火气，降你整个出去外面跑了一天的热气，帮你消暑解渴。所以今天的这三款，哦，讲这么多到底是哪三款呢？首先就是我们的金盏玫瑰饮，有看到吗？用不好拿耶。来，诶，那个小编一位，来来来来，帮我拿着啊。两位好了，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没关系，你可以打把它遮住你的脸。还好我今天有上妆，来遮脸，没关系，挡住头你看不到。好，来来来，这一个，来来来，好，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就是这三款。首先是我们的金盏玫瑰饮，就是我们的舒服美人。再来是我们的迷迭香茅饮，是美腿大作战的。再来还有一个喝好喝香喝满的凝香梅子，我们的冷泡饮。所以今天就是这三款给大家，好不好？那大家就问到说，那到底这三款要怎么卖？哦，谢谢小编哦，哎，好好，谢谢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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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重点呢？这么好喝的花草饮到底也是是不是优惠哈？来，优惠在这边。今天的花草巫婆的那个花草茶，我们花草茶主呢是我们的母亲节限定款。来，今天这三款每一包，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三包，就是这三种。嘿，是素云姐说凯莉晚安啊，素云姐 ，hello hello， 哇塞，真的是百忙之中也要抽空来看我们的直播，我有点感动，待会抽一张卫生纸给我，谢谢。好，那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今天介绍这三款花草饮，就是这边你看到的这三款，好，我们的金盏玫瑰、迷迭香茅跟凝香梅子这三款。
一包里面呢都有36包。好，那这边36包原价一包都是400多块500多块，这边都可以看得到。来，我们的摄影师有看到吗？帮我 take 过来，这是我们的原价。那这样三包，今天这三包一组，来帮我带下来。今天三包一组，我们就是一组就是三袋哈，只要299元，所以等于总共36包只要299，是不是超级优惠？超扯的，所以一包我不到10块钱，我就可以喝到这个天然的花草茶，真的很夸张哎，超扯。对啊，而且但是也要跟大家先提前讲一下，这个齁一样是优惠齁，就是有限量啦，限量20组好不好，大家还是要抢要快。但是这真的是超杀的优惠耶，一组三袋，一袋呢我们是12包，所以总共你有36包只要299，这样子三袋299，一包平均不到10块钱，超级扯。小编是确定的吗？是齁，我出去就没办法改了哦齁。好，那不好意思，就是确定的好不好。来，再次强调哦，今天只有限量的20组，平均我们的一组就是299，平均一包不到10块钱，真的只有这一档。感谢母亲节好不好，谢谢妈妈谢谢妈妈。要帮我留，帮我留两组两组，对对对，好，对，所以大家真的要抢起来，抢完一样20组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你跟我要我也没办法给你哦，好不好？来来来，限量20组，今天就是这样子，一袋，一组三，好，299。所以要的我们的鲜粉都在下面，帮我直接加一哦，好不好？呦呦，淑慧姐加一，谢谢淑慧姐，谢谢。好，来，怡芳要买，怡芳要买，下面要加一哦，好不好？来，小兵要帮我们去做一个统计哦，好不好？因为只有20组。第21组呢，凯蒂叶就在这边，谢谢你，我们下次再来好不好？好的，来来来，还有谁？数量有限，真的真的数量有限，要抢要快哦，好不好？来，还有谁呢？还有生活志母亲节组合，对，母亲节组合真的只有这一档，好不好？给妈妈一个很舒服很健康的一个下午茶，不能说它是一个母亲节礼物啦，我觉得就一个母亲节的小贴心，因为趁这一波我们要送母亲要送好的之外，我们也是聪明消费家啊，也要买到最优惠，所以要趁优惠买好的好物给妈妈，这个才可以买好买足，好不好？来，再来还有谁呢？来来来，艾莎艾莎加一，玉凤加一，谢谢，因为这个 CP 值真的超高的，好不好？来来来，还有我们下面小编会之后再私讯我们的鲜粉嘛，对不对？好，今天再次强调我们的花草茶饮组呢就是三种口味，金盏玫瑰饮跟迷迭香茅饮还有凝香梅子，总共三种口味一次都可以买到位。那这样子三包总共是399，我们原价是1477哦，所以这次哇塞，这真的是太扯了吧，这个社长没有打错吗？没有没有，没有，是这个没有错吧，太扯了吧，一四哦，谢谢妈妈，母亲真伟大。好的，好不好？大家真的要赶快趁这一波，真的差很多哎，这真的是很佛心哎，哇塞哎，这个真的是抢到赚到呢，你这个送妈妈啊，哎不一定哎，送妈妈送女朋友也可以啊，她会觉得哇你好有格调，好有质感哦，然后送未来的岳母，或者是说哎。买去婆婆妈妈亲戚邻居，我觉得都送，趁这一波一包不到十块钱，这个是喝好喝也可以喝健康的，好不好？买到赚到，趁这一波之后恢复原价咯，三包是1477。来来来，小编怎么样？问男生可以喝吗？男生当然可以喝哦，好不好？他是老少皆宜，好不好？你可以从8岁喝到88岁都没有问题，忍的乐的帮你宽本本了，好不好？好，最后来看有没有，来直接在下面加一，小编有齁。好，来，最后我再次强调，我们今天的母亲节限量组花草巫婆的复方花草茶饮组就是这三种口味，一次购足一组就是三袋，只要299，买完这20组就没有了齁。好，再次强调了，可以了。好，我知道
要生气，每次都要逼到他画圈圈。好的，好不好？大家赶快抢竹抢满哦。诶，淑慧姐说一袋里面有几包？一个口味里面有12包，好，所以我们三个口味总共三袋，里面各总共是36包，好不好？好，来来来，好的，那今天的直播时间也差不多要到，好好，小编我知道我知道，已经拖了点时间了，大家赶快在上面加一哦，好不好？好，好的，那最后最后也要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下周四同一个时间6:30准时上线，跟凯莉在线上来相会，一样是推荐给你最有趣、最新鲜、最好物、最优惠的一个每周鲜好物推荐给大家。花草巫婆餐饮，赶快抢起来哦！拜拜。